接下来看到天津浩沙花样游泳队也是准备来完成他们的这个主题。天津队这套动作的主题是战斗永不停歇。这个支撑后方的托举很好，水位很好，高度也。造型的托举，一个圆形加旋转的一个托，稳定性不错。后方脱跳，好的。支撑造型托，水位也很高的。天津队也完成了他们的动作。您刚才看到的是天津浩沙队，他们的自选主题是战斗永不停歇，战争人人痛恨，它带给人们无尽的悲伤和不可磨灭的痛苦。
战争来临。天津队也是新老交替的一个队伍，这里面也有两名是刚满14岁的年轻队员，他们两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集体的项目。所以平均年龄还是挺年轻啊，17岁的一支平均年龄的队伍。对对对，他们今天也是发挥出了水平。刘玉彤，现在是来介绍认识一下天津队的每一位的队员，其实大家在这个项目当中都是付出很多。马瑞，对的。徐逸飞，钟云轩，教练员左小玉，陆丽雅。而且在集体项目当中，集体自由自选项目当中，很多的托举这个难度真的是非常大啊。对，因为托举它涉及到很多方面，每一个托举它要涉及到爆发力、技巧、协调等多方面的。造型也好看啊。对对对，还有平衡啊、控制啊等等，所以很难度还是很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天津队的自由自选项目的得分情况。难度分22.8000，总分76.9667。在自由自选项目当中，他们的得分是76.9667分，总成绩是151.1768分。